我现在在亚洲证券业协会工作，我是负责 equities， 我是涵盖整个亚太区的这个股票市场做 managing director。资深经理人赵应仁 Lyndon 在金融领域累积将近30年的丰富经历，让他足以胜任亚太区股票市场的业务工作，与亚洲各国交易所建立互动，协助解决金融问题，提携后辈，传承经验，默默为亚洲的经济做出贡献。You're acting like a very, very experienced veteran, so I'm very, very proud of you. 曾在知名金融公司服务的 Lyndon 拥有令人称羡的地位和收入，未料大环境变迁和经济萧条，50岁失去稳定的工作，在残酷的就业市场里载浮载沉。但因着太太朱丽玲无怨无悔的支持，再加上夫妻耐心祷告等候，经历煎熬的2年半，回头看苦难都已成为化妆的祝福。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邀请的来宾有他的人生前半段，你听了就会觉得说非常典型人生胜利组那种，就是哇，小时候在美国呢念书念得很好，拿到了双硕士，在纽约工作，在非常大的金融机构还做高阶经理人，听起来真的好像人生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一直到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甚至呢职场开始碰到挫折，才发现跟自己想象完全不一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欢迎 Lyndon 哥，谢谢。还有太太莉莉姐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两位。谢谢。你好。谢谢。刚才讲到你小时候是在美国长大。是的，我是台北出生。哦，台北出生。对，可是我们3岁就移民，先到新加坡住了2年，后来从5岁开始在美国 Chicago 长大。那你那时候成长的这个社区 community 那些背景会让华人的这个身份会比较有压力吗？暑假的时候经常会有机会回台湾，所以就会然后是这个比对，就是回台湾大家把我当宝贝，然后对我特别特别好，然后回到美国又被人家歧视。小时候有很深刻的记忆，就是大的同学就是用雪球砸我，跟我弟弟用雪球砸我，在骂脏话。哦，骂脏话。对啊，刚好那一天幸亏我的父亲在附近在开车，然后他就下车，然后把那些孩子们赶走，然后就把我们接到车子上啊。可是回到家父亲就很严肃的跟我弟弟说我们现在在美国。你以后你的英文会越来越好，甚至你的英文会比他们还更好。可是因为你永远改变不了你头发的颜色，你其实头发是可以染的，可是皮肤的颜色人家永远会不把你当作是 equal 的，所以你一定要比他们双倍的优秀才能够得到对等的待遇。所以很小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土地这是而且我需要更加的努力。所以我很卖命的去读书，就成绩都很好。所以到我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得意忘形，我只申请了4所大学 Harvard, Yale, Stanford, Princeton， 就4所。我就想说他们一定会抢着要我去。志在必得。对对对。这么优秀。所以我连申请的过程中我都非常的很草率，没有 spend a lot of time。然后来那个4月份来了，然后Harvard reject 过 ,Stanford reject 过 ,Princeton reject 过 ,Yale本来是 waitlist， 可是后来也是 reject 过我就彻底被打到谷底我说话都变得很结巴这么严重。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声音发出来，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离谱，怎么连说话都没办法说话所以这样子我被打入 depression 有6个月 的时间。还这么长啊。这么长。对，可是感谢主因为这样子被打到谷底本来是很骄傲到大学的时候才有机会认识主。所以是在大学的时候进到教会。对对对，是的。莫名其妙周边的人都是基督徒对，就是上帝特别的安排然后我本来因为他们很 nice， 所以他们邀请我，我就乖乖的跟着他们去。可是我其实慢慢的也有产生一个目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那么好，他们那么 nice， 可是他们是被骗了，被骗了。对，我那时候很藐视基督徒，我就觉得说头脑不清楚，怎么会相信这个几千年的这本书？
所以就开始努力的 去查经，我就开始念圣经。可是我的目的是我要找到矛盾的地方，我要找到就是觉得说是错的地方。然后每次到查经班，我就说，哎，你就看到这段，对，我就 challenge 他们，对对对。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同学，他叫 Lawrence， 这个做礼拜结束，他邀请我到他家，那时候就是他又在那边跟我分享福音，然后我就跟他说 ，Lawrence， you know， come on， 基督教 is perfect for you， OK， 因为你就是个乖宝宝，你就是在这个方块里面，然后你满口都是经文。Lawrence 他就带我到他的卧房，他就推开一个壁橱，一个 cupboard， 然后后面有个小钻洞，然后我们他说，哎 ，Lyndon， come with me， 然后我们就钻进去。我想说，奇怪，这怎么会有个 tunnel？ 对，怎么会有个秘密？对，我们就进去，然后进去到另外一个空间，我就发现，哇，有这个 machine guns、rifles、grenades、手榴弹、机关枪、手榴弹，对，手榴弹、沙袋、军服一系列的这种军备，我吓死了，我说，哎 ，Lawrence， 这什么东西？然后他说，我从小在唐人街长大，父亲那么有钱。我就是过了一个很恐慌的日子，很担心随时人家会把我绑架，然后勒索我，然后去跟我爸爸要钱，所以我随时都带着枪在我的身边，连晚上睡觉都枪放在枕头底下。对，所以可是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他给了我平安，他给了我力量。我并不是要跟你辩论，并不是要跟你吵架，只是耶稣他给我这么多，你是我的朋友，我只想跟你分享。所以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说，我就突然间就是 lights on， 就恍然大悟，我就懂了。虽然我看不到上帝，可是我在他们的生命中，我看到上帝的力量啊。然后那时候我就两个膝盖落地，我就说，上帝，我很多东西都不懂，我其实很多东西我并不是认同，可是我不能否认你是真的，所以他们所有的我也要。我就这样子认识得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那个 moment，yeah. 就是突然之间。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Lily，你们家的这个成长背景也蛮特别的哈。你是就都在台湾长大吗？对，我在台湾长大的。那我们家是环境还蛮好的，所以很感恩，就是说因为我父母对我挺放心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物质方面的烦恼，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很容易自我满足的人。我就很乐观，像我现在都说我是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我什么我都觉得什么天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很乐观，就形成我的人格，那也很容易满足，就很开心。是被捧在手掌心的这一种小公主一样的长大。所以爸爸是事业很成功。对，当时是蛮好的。那妈妈也忙吗？妈妈还好，妈妈家庭主妇。但是她常常要帮助爸爸很多事情，所以也没有很多时间来管我。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我第一个工作是国大代表。哇，第一个工作是国大代表。对，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觉得比较特殊的工作。那我很早就23岁成为国大代表。然后都算事业都蛮顺利的。为你这么年轻有了国大代表这个身份，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哈。回头看是啦，但是在23岁的时候，我也失去很多人家浪漫天真的生活。Heavenly Father, just want to thank you. 透过代祷彼此扶持，在共同信仰里，夫妻感情变得更加深厚。而太太朱丽玲选择放下光鲜亮丽的工作，将心思投入婚姻。在夫妻用心经营下，这个家庭也成为众人的佳话。那她爱丈夫也是爱的，你知道什么叫撒狗粮吗？小组的时候。一屋子的坐了十几二十个到几十个人的时候，只要听到门铃叮咚一声，你就看到他咚咚咚咚咚咚咚跑过去，跑到门口，我们都看不见，但你会一定会听到声音，老公回来了，我好爱你啊，然后就你就听得到叮一声，对不对？然后只是你就心中就是说看到看不见他们，但是知道他们眼中的话呢，他就是他的丈夫，她就是她的丈夫，所以丽玲在心中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丈夫。那最重要的，接下来就是她跟她丈夫生的这两个儿女。丽玲很珍惜她这段婚姻，很放很多的心，真的很爱这个先生，然后很细心的来经营这段婚姻。我觉得他们碰到一个困难，我觉得
丽玲都会想尽办法把这段婚姻经营的，就是我，因为他有跟我说过，他其实一心就是想要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做一个称职的妈妈，一个太太，所以这是他很想要做的，很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哇，好难想象，23岁就当了国大代表的一个女生，然后说全职家庭主妇是她一生最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们两位，一个是在美国长大，一个就在台湾嘛，什么样的机会让你碰在一块的？我在纽约加入那个公司，后来派我去香港，又被派我去北京，然后派我去台湾的时候，帮忙设立台湾的那个分公司，那时候就认识了丽玲。就那时候我周边的朋友他们就有一天办一个晚餐，就是你要不要一起来？我就本来都是忙着工作，我就跟着去，然后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又认识了丽玲，就是这样子认识他的。哦，那你第一眼看到这个男生有特别印象吗？给你机会，OK， 机会，谢谢。那你们其实也很快就结婚了耶，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是啊。你们从那晚上之后交往也很快，然后很快进入到婚姻。其实我们两个当时年纪都算是熟龄了，他已经在我们两个都30多岁，认识大概彼此看看，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对，进入到婚姻，那你们那时候，Linda， 你那时候还是持续聚会吗？在工作这么没有我认识丽玲的时候她那时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流浪子你那段时间已经没有在教会了。对，我公司把我调到香港的时候，我没有第一时间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好的教会，然后就开始就慢慢的流失，越来越忙的工作，然后就越来越踏入这个世界。所以到认识丽玲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去教会，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对，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基督徒的迹象。对对，真的很可惜。那时候我在逃跑，我在逃跑，你自己这样形容。那你们结婚之后也很快有孩子吗？对，很快就。但是我们结婚前，我以前很喜欢算命，那说我从小到大都很顺遂，没错，可是就是因为太顺遂了，反而让自己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安，怎么好的都在我身上呢？对，生长在一个好家庭，然后一出社会就有那种好的社会地位，然后什么都好，就觉得说怎么好的都在我身上。那有时候朋友会跟我开玩笑说，朱丽丽你怎么什么都好？那我就心里觉得说，好像太圆满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恐惧，所以我就很喜欢去算命，到处去算命，说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那有一次我在认识我先生之前，有个算命先生说我会将来的对象是属龙的，身高173公分，这么精准。对，然后4个眼睛，就戴眼镜。对，然后双硕士然后还讲了一句，你会生一个儿子，你就生一个贵子，你儿子8岁的时候你就死了。当时这个后面这句话我没有很在意，因为我那时候只眼睛只想找老公而已所以不在乎说将来生小孩的事情。一直到我们结完婚之后，我确实也是很顺利的生了2个孩子。那我就忽然间想起，然后先生确实某些是跟那个算命先生讲的是很符合的，是不是？几乎符合，几乎符合嘛。生了2个儿子之后，那个算命先生的话就回到脑海里了，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那晚上的时候我就会不能睡觉，我老公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变了一个，有时候晚上会在那里哭，他就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对你不好，我这么认真工作什么，可是我那种内心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然后也是持续了蛮多年的。你有跟他讲什么原因吗？会有跟他讲，那因为他对这种，对啊，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太太的担心是因为来自一个算命先生的话，你怎么想的事情？当时我是不是那么相信这个东西，可是我会因为在乎他的感觉，我很在乎他的感受。对，所以你那时候看到他会焦虑到晚上说都没有办法睡，会哭，你那时候你怎么应对啊？他这样的情绪，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你白天都好好的，对，而且你老公应该还 OK 吧？很好啊，为什么会晚上就是变得真那么低潮？我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的困扰他？
我忘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拍拍，然后因为他很相信这种东西，对，只能安慰他。那你那时候虽然已经说离开神、远离教会很久了，但对有因为太太碰到这样状况，才勾起你说，哎，应该是我先生的奶奶。从小我奶奶就教我说，嫁入人家的家门就要守人家的门风。嗯，那我知道他们赵家是几代的基督徒了。哦，虽然我没有信主。但是我应该让我的孩子，两个孩子在基督教的环境长大。嗯，对，当时呢，我早上起来自己念完我自己的佛经，那礼拜天就带着孩子去教会。可是因为他不去教会，我也没有办法持续。那时候女儿很小，背在前面，儿子牵着手带他们去教会，去过几次这样子。我们当时每个暑假我们都会回美国，都会去加州啊，去看我的奶奶，就是她的太奶奶，94岁，她活到102岁，对不对？对，所以我奶奶啊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所以暑假的时候去看她，然后我觉得对丽玲啊有些影响。所以老人家那时候都会跟你说些什么？他不会跟我传福音，但是他活给我看。嗯，我在他身上看到平安跟喜乐，那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没有那种平安，也没有那种喜乐，而我接触的老人家很少这么开开心心的，然后对金钱啊，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嘛。把钱看得比较重，他完全都没有那种金钱概念，每天就是感谢主，感谢主，哈哈哈哈哈，赞美主，就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嗯，老奶奶一定是装给我看的，我好坏哦，对。然后因为我跟他相处在一起，那他奶奶有五个孩子都没有在身边，他是一个人孤苦无依的住，那我就会去跟他啊、问问他，奶奶你一个人住会不会很孤单啊？你的孩子都没有来，我就要套他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恶言。也没有埋怨过，我就这样每年跟他相处，我觉得怎么会有那种生命是充满了感恩，没有抱怨，嗯，然后没有就是让在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会物质这么不怎么样的环境下也能够这样子平安喜乐，嗯，就觉得哦，这是我所羡慕的。然后他也很好玩，来给我来一套说。奶奶眼睛不好了，那本书是你念给我听，就是圣经，就叫我念给他听。然后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圣经，结结巴巴的念得很不顺，可是老奶奶就23篇就背下来了。嗯，那我就知道说，哦，奶奶来这一套，你这是希望我读圣经，好吧？我就晚上跟你借圣经到楼上去读，就每个暑假都去的时候跟他借圣经去读，但都读不懂了。2007年开始觉得我的左眼开始有些不太舒服，然后慢慢的颜色就是开始不太对，然后后来左眼就开始变瞎，直到左眼的左边变得完全是漆黑，所以我看了很多的眼科，然后他们都找不出什么问题来。度过脑瘤危机，专心埋首工作的 Linden 学会照顾身体健康，在面临脑瘤开刀前夕，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无助的他，也只能寻求信仰的慰藉。后来他先生就有一天就传了一个 email 给我先生吧，希望我先生为他祷告。他说我出了大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出得来，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那生病这个呢，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说当他在忙碌事业的时候，因为突如其来的这一件事情让他学习到谦卑。我记得他跟我讲，就是说他学习到谦卑，服下来，然后他发现说生命也不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我觉得他本来有信仰，可是人很多是这样，尤其是弟兄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就把信仰摆在一边，不是没有，只是就是不是在你的中心。那到后来发现需要神，我觉得他有一个回转，回到神的一个面前。刚刚讲到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刻骨铭心，而且又不是生什么小病，生了一个大病，脑子里面长的东西，什么时候开始有感觉到身体不大对劲的？这是2007年开始觉得我的左眼开始有些不太舒服，然后慢慢的颜色就是开始不太对，然后后来
左眼就开始变瞎，直到左眼的左边变得完全是漆黑。所以我看了很多的眼科，然后他们都找不出什么问题来。然后最后一个朋友眼科，他说我真的希望不是这个，可是你要不要去拍一个 MRI、去看看是不是里面什么东西。对，所以那时候我去拍 MRI 的时候已经是2008年那个金融风暴已经 在开始在发酵，然后公司的大客户大股东需要个资深顾问，所以我被 选出来去被派到北京，所以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然后就是需要回台湾，那一天我就拍 MRI， 然后隔天就要飞回美国，每年都有回加州的这个 vacation。就那天就发现我有个脑瘤对，那医生跟我是2×3×4公分的脑瘤压迫我的眼神经，导致我的眼睛快瞎。当时那个医生说看这个 tumor 的形状是圆的，应该是良性的，所以应该还好。然后现在有个新的手术90%的这个成功率，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开刀？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对不起我最近很忙，我明天就要去美国去度假两个礼拜，然后我就要去北京去就任，所以我需要先把北京那边先巩固好，然后我再找个机会回来开刀好不好？这还能这样拖对，可是到美国父母一听到儿子有脑瘤他们吓死了，就马上就是介绍我认识他们的朋友，然后他看了我的片子，他就说赵先，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这个脑瘤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脑瘤，里面的血管有爆炸过，你要重新的衡量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对 ，OK， 因为你的血管之前有爆炸过，你现在还活着站在这边，你很幸运。OK， 然后他就转过来就问他的那个助理，就说：“哎，我们周四的那个手术的那个 patient， 一切的资料都拿到手了吗？”那个护士就说：“我们还在等一个文件。”那 Dr. Weiss 就说：“那就把他往后延，把赵先生把他给塞进来。”可是我真的是疯狂，我都没有在想我的 tumor， 我就在想说这么难得的机会去北京，然后反正这个手术是90%成功率，我就不去理他。你真的把它当回事？我就真的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隔一天礼拜二晚上，我在床上就翻来覆去，我就睡不着觉，就开始冒冷汗，就突然间恍然大悟，90%不是100%。万一我是10%，我的老婆怎么办？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然后就发现有两个膝盖落地。上帝祈求你，我真的 I don't deserve your forgiveness， 你真的没有理由原谅我。这时候突然想到跟神祷告，就突然间，因为我 没办法，然后本来我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就突然间拿起我的黑莓，我就给 Willie 啊发个简讯，给 Chris 啊，给 Danny 啊，给 Lawrence 发这个简讯，发 email， 就是拜托你，你可不可以为我带到？因为我周四我要做脑瘤手术。那就你这边呢？你心里头还是有很多担心、害怕吗？对，我很害怕。但是因为我以前的信仰就是要去庙里拜拜嘛。对。可是他们赵家，我怎么好意思叫我公公婆婆？我先生带我去庙里，而且美国的庙在哪里我也不晓得。那就有刚应该也是在礼拜二左右一个下午，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在一个长廊上。我就有一个对话，我就跟上帝对话，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潘Sir啊，我跟你很不熟哦，从来没有拜过你哦，可是我先生要开刀了，我不是为了我的幸福，请你看在那两个小孩还小你所拣选的，就请你让我先生平安回来，孩子要在健全的家庭长大，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我不知道叫祷告，可是讲完之后我心里就有个平安，有一个定心丸，我觉得成了，他会回来的。然后也因为开刀完之后很顺利，那我就提醒我先生说要去教会，谢谢这些弟兄姐妹的带导。是。那我们那天就是那个开刀的过程很顺利，都很顺利，一个半小时差不多。本来预估两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这么快哦！对对对，很快。然后恢复的状况呢？对，那个医师是权威，他已经做了3500多个这个手术。不晓得，所以医生帮我做这个手术之后，他说对你7个礼拜不能搭飞机，两个月，我们要看到，对，快2个月。那我心里想说，天哪，那我这个那么难得到的这个工作就泡汤了，我就没选择，我只好去通知香港说，对不起，我有脑瘤手术，医生说我7个礼拜我不能坐飞机，所以我恐怕没办法按时报到。
可是真的感谢赞美主，那个隔天就跟我通知我，就说我们跟客户谈过了，然后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健康，你就慢慢的养伤，不用担心，不用急，我们等你。所以我本来2周的 vacation 就变成7周的 vacation， 在南加州，而且还有机会从南加州开车到北加州，不用上飞机嘛，到北加州去看我的奶奶、老婆、孩子们、父母都一起，对，享受加州的。所以那7个礼拜对你们来说是很美好的一个假期，现在想起来。Unbelievable， 对啊，你觉得恩典？那时候2008工作了。将近20年都没有机会，只是休那么久的假，对啊，对啊。金烈先生这么一场大病，然后这么快，神带领你们碰到对的医生，很快的、很顺利的解决之后，是。你在看待这个信仰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开完刀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去教会谢谢所有的为他祷告的牧者，还有是弟兄姐妹。那牧师在台上讲道，那我就看着我先生戴着口罩。好好的活着，两个小孩好好活着，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上帝啊，我跟你这么不熟，第一次跟你讲话你就答应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我就很感动，很感动，不知道怎么说的，一直哭到假睫毛都掉了。然后等我们都把所有的开刀什么什么事情都完成，回到台湾，那我也去找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就是固定去教会。那就回想起来说，哎，算命先生说我儿子8岁我会死了，可是我儿子还没8岁，我就已经受洗了。7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受洗了，而且儿子女儿跟我一起受洗，所以神的爱已经砍断了这个连结，所以我是新造的人，完全不被那个咒诅所影响。我儿子现在20岁了，我还活着。抓紧待业的空窗阶段， Lyndon 更加热爱读经，认识真理，也让信仰贴近生活。经历淬炼后，信心更加坚定。不过当初面临没有收入的现实压力，也曾让自己和家人快要喘不过气。然后突然间好像就是想要的东西都要先想一下，这个该不该买，然后我想吃这个东西，那我是真的想吃吗？还是就是我需要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东西吃吗？家里有饭吃，就这样。所以适应了一下就是花钱的习惯。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无论你有多少积蓄，当你没有再有收入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太太的心就是会像石头压着的一样、但是我相信丽颖也是这样，但是她没有说表现出来那么大的担忧、我觉得她就靠祷告交给神，相信神会带领。那我相信他们夫妻也是就是这样，就交给神，还是很认真的在找工作。虽然有时候快要成的工作，有时候一下听说又没有了，或者什么原因又没有了，也很失望。但是这2年真的是不容易。他是应该要创业呢，或者是换另外一家公司呢？那这中间呢，其实他的等待的这个时间呢，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从事一个非常忙碌，总是在一个高压的一个工作状况，突然全部都是停止的，都什么都没有。所以那阵子的时候呢，我们还蛮常互动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经历主了，那他要学习来信靠主，来度过这一段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对一个弟兄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挑战。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回过头来讲见证，可是那个过程，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天人交战的。我讲到就是后来工作碰到状况，原来脑瘤处理完之后，人家工作还是愿意等你嘛，开开心心过了7个礼拜的假，到北京，然后后来又回台湾，然后后来又去上海。对，就是跟同一家公司，可是后来26年之后也跟那个公司分开了。原来的雇主，我想推动的一些东西，可是推不动，就觉得越来越累。可是到第二公司，他刚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就很兴奋的过去。可是进去了没多久，他的政策就改变了。所以就后来就失业了，跟你原来期待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失业对你来说也是非常突然的状况。很突然。那所以第一时间那个心情上的冲击，我很失落。我也问上帝 why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生。
现在下面的公园在那边转，然后后来到周边的商场，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收拾自己 的心情、跟上帝祷告，跟上帝哭、回到家 跟老婆、分享这个不好的消息。老婆是什么回应？她说，老公，老娘养你。老娘养我。对对对，我们结婚把一切的财务都是、老婆在经营，所以我就是、focus 在赚我的薪水，交给老婆薪水，家里的钱怎么样是老婆在管，对，然后投资什么也 都是老婆、所以 他也投资得非常成功。不过在这过程也有一些特别的祷告的经历，有牧师为你祷告。他在离开第二个公司之前大概几个月前，然后有一次、康麦克牧师到上海来，那也为我祷告。他说我会经历人生的一个大风暴。我是帮你祷告的时候，对，然后跟我说神与我同在。我心想我家庭主妇会遇不到什么风暴啊，我也搞不懂、然后几个月之后我先生真的就遇到这个 工作的问题，我就明白说，哦，原来夫妻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这个风暴是我们两个要一起经历的，但神已经跟我说他与我同在，叫我不要害怕。所以第一时间碰到的担心焦虑其实就是家里头经济的问题嘛。两个孩子都念上海美国学校，这个学费都是相当的贵，对不对？然后又住在上海一个非常贵 的城市，所以不能就是永远没有工作，所以的确是、还是有压力、还是 有压力，还是有压力、可是有另外一位文牧师也有为我们祷告，然后、有跟我分享两个字，他说他为我祷告，有上帝有给他两个字，就是修剪，就是对上帝修剪他所爱的、所以、那两个字 也给我蛮大的力量。所以在那段没有工作的时间里头，你还是持续在找嘛？那生活的作息不允许我放松，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因为不是很急迫，所以你都会 procrastinate， 就会往后延往后延往后延。所以我就想说，哎，难得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现在多的是时间、所以我到底是哪些东西是 important 的，可是我之前是忽略的。 OK， 那第一当然就是我的老婆，我的家庭，对不对？我是个工作狂，所以我这样想办法怎么样多陪老婆多陪孩子。然后第二是我健康、我一直都忙着工作，我也变得越来越肥胖，所以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注意我的饮食、然后很多的其他的 side project， 什么包括梳理我的 mileage， 梳理我的 storage room， 梳理我的这个利率表之类的，我就是不要歇下来。我说早上九点钟我还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九点到六点我不去看电影，不去 做一些什么悠闲的活动，我就是 focus 在我的这个 important but less urgent 的这些 priorities。 对，我就是说我不要放我 you know, I'm still in the battle zone， 对不对？我不是 on the sideline， 所以我一定要不能放松。然后第一年是 有很多机会，然后甚至都、花蛮多的心思去 recruit 我，比如说飞我跟我老婆去什么长白山，去海南岛，You know, first class， 然后住豪华酒店，然后去认识他们的团队。可是到最后就是跨不过去。后来往回头看，感谢赞美主没有去。有很多这些公司都出了事。对对对，所以感谢赞美主。可是在那个当下，好几次之后，就是、心里头也会觉得是，就是不停的就是小打击，然后慢慢累积。后来到第二年，就是开始有一些失落。我老婆就鼓励我，就说：“哎，你不要只看自己的问题。”你要不关心周边的弟兄姐妹，尤其弟兄，关心周边的弟兄，所以我就开始多关怀弟兄，带领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对不对？所以、我帮忙汇丰的 Alpha Course， 我帮忙友邦保险的 Alpha Course， 我帮忙另外一个上海 Businessman Fellowship 的 Alpha Course， 是对，所以就是 不停的去服侍，不管是 non-profit 就是 secular 还是 religious、教会的，对，在教会的，就是不停的服侍，所以我还是很忙。后来第二年、我的大学同学就突然间就出现在上海，他在创新的公司在做 startup， 他已经成功的去 launch 一个公司，然后现在在他的第二个公司，然后他刚好在亚洲这边、我有些人脉，我也介绍他一些策略伙伴、让他也很感激，然后就开始跟他谈，开始跟他聊。我就想说，上帝，你的 message 是不是说
金融已经将近三十年可以 close this chapter， 是不是要往新的方向走？嗯，我的同学也邀请我去加入他们，所以我本来以为说这个就是上帝要带我的方向，可是后来老婆才刹车。每一个猎头最后就说：“哎，赵恩，请问您今年几岁？”然后我一说出年龄，我当时是已经52岁了。嗯，然后就说：“啊，对不起，我们的。”这个公司他们找50岁以下的，所以就变得是说，好像真的没有机会了。经历等待的煎熬，如今找回理想工作的林登，喜出望外，也学会调整生命次序。在职场和家庭找到完美平衡，回首待业的低潮时光，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也成为美好的回忆。因为妈妈很努力的，就是让爸爸不要担心，说，没关系，还有什么钱不用担心，还是就一样教我跟哥哥说，爸爸还是你爸爸，不管有没有工作，都一样的爱他，一样的尊重他。我觉得可能旁边的人压力更大，因为他的都表现得一副轻松愉快。我记得那段时间他去学太极拳呢。你想想看，一个人每天都要忙碌去上班，到在家里每天都有很多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丽玲呢，也我真的在这边也需要夸他几句哈，因为他也是非常的正面跟乐观的。他其实没有走向消极悲观，或者是用一些不好的一个态度，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乐观，而且喜乐，觉得神会为他们安排。那我觉得夫妻两个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路陪伴他们，真的是一路陪伴他们，那也为他祷告，可是就是还没开门，再祷告还是没有开门，这边敲敲看，那边敲敲看，也都没有。到最后我觉得时间到的时候，神那一开的时候就整个全开了。所以那造神子一受苦的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没有看到他口中说出一句不该说的话，我也没有看过他做不该做的事。在那段时间这么痛苦的时候，那这就把他的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因为他相信那位神在塑造他，再让他更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刚才林登哥在形容那段时间然后也讲到有牧师祷告说修剪这两个字，我现在想真的有点那感觉，你开始在做调整了嘛。然后郭牧师刚刚特别讲到是丽玲姐，就是他说你感觉起来好像也不担心先生的状况，变成他一个很稳定支持的力量。其实说不担心是骗人的，可是上帝就叫我一静制动，对，先不动，等候神。最重要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他会为我做什么。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有个好习惯，就是我每天早上有灵修的习惯。那当我在遇到我先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们讲，你先生很难再回职场了，他位置已经做到这么高了，已经很少有机会了，而且他面临的是50岁中年，对，这是最困难的。对，但是担心里面没有办法解决，我就不要担心，我就交给神，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有话语给我，他跟我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信心的功课。老实说，大家觉得高阶经理人怎么样怎么样，当高阶经理人碰到中年失业的时候，那个其实危机可能超出一般的上班族一般的状况。很残酷。每一个猎头最后就说，赵恩，请问您今年几岁？然后我一说出年龄，我当时是已经52岁了。然后就说，对不起，我们的这个公司他们找50岁以下的，所以就变得是说，好像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后来那个大学同学到上海去找你，就对你来说是还蛮振奋的。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去往一个新的方向走，所以我本来也是挺兴奋的，对。但是太太，你说刚说踩刹车，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感觉？他回来跟我说，他的那个大学同学邀请他到他们公司去当财务长。对，隔天早上我就一样是起来灵修。对，那我就灵修说，
当时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让他40年在皇宫 的磨练，40年在旷野，才能够让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让我们每走的一步路都不会是白走的，所以我的感动是说，我的感动跟领受是说，神没有让他离开金融界，也没有让他去新的领域，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我是他的帮助者，我必须要把我的领受告诉他，然后他自己做决定，不管他选择去哪里我都顺服，但是我必须要把我的领受告诉他。所以你也不是说 我觉得你不要去这样子，你只是有这样的感动领受，然后跟他讲，那你自己决定这样。我先祷告，我先祷告，先祷告。是会觉得可惜，可是我觉得夫妻要同心，是。所以我如果去的，然后老婆不阿门，那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去做。后来，那个 Gordon 就邀请我参加那个台湾101班的后半程 halftime 那个 conference。我要去花这个机票，我要去付这个学费，我要去。他是要去哪边上课啊？就是台北。哦，所以你要、对，要付那个费用嘛，对不对？然后有什么酒店啊，机票钱，所以每一笔开销我都很谨慎，就说，所以我就问 Gordon， 就说你确定你觉得我应该来吗？你觉得上帝真的要我来吗？对。然后 Pastor Gordon 他说他收到我那个微信，他自己也就有点很沉，他就花点时间跟上帝祷告。然后后来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来，对，所以我就去了。后来我透过那个 conference， 那个 Lloyd Reeve 就是那个 global head of halftime， 他介绍认识，北卡的一些senior bankers， 然后就跟他们沟通，然后就聊说我为什么对这个 finance 有那么多的 passion，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当时我在台湾在以前的公司的时候，我不但是为公司服务。我还在台湾的券商工会，我做常务理事，那我们就共同推动了很多的金融改革，对，然后引进了很多的外资，就是更大量的去投资台湾的市场，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满足，因为不但是帮助公司，我在帮助整个市场，我在帮助台湾。那些 banker 他们就说，那现在有哪些组织是在做那样子的东西，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就是开始跟他们有些接触，就是至少让他们认识你这个人。那我就想到亚洲证券业协会，我在里面我不认识人，所以我就发个 email， 就是透过 LinkedIn 就发个 email， 就是 type ASIFMA， 然后就给那个总裁发个 email，就是我觉得你们白皮书写的相当不错啊，有什么任何可以帮忙的地方啊，Let me know， 对不对？不到一个小时 ，boom 就回来，就说，would love to talk to you， 然后就跟他谈啊，就谈得很投机。那就很开心现在的状态了哈，非常开心。对，整天泡在这些精英里面，就是喝咖啡、吃饭、聊天、谈这个怎么样去改造这个金融市场，然后跟。监管沟通，就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工作，然后天天学新东西，真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两年多待业失业待两年半的时间，神整个调整了，不管在信仰上，在家庭生活上，孩子们现在也跟你们经历这个过程。对，刚开始因为我们都蛮疼孩子，舍不得让孩子过得比较辛苦的日子，但是爸爸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不要骗孩子，我们就让孩子知道说爸爸现在没有收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那我们要只能吃老本这样子，对，怎么要支持你们念书，不改变你的教育方向，我们就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来省，所以我们家孩子呢就变得懂事了，不该花的钱不花了，然后自己会有做预算。我觉得对我的孩子来说，经历那一段与家人一起共同走过辛苦的一段时间是蛮好的经验。不只是在财务上面自己懂得规划，我觉得更好是把你们更凝聚在一块了。我都跟孩子讲，爸爸在最低潮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支持他，如果我们不支持爸爸谁支持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爸爸。其实 那一段时间他是蛮对自己蛮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他就觉得很这不是我的错，那为什么要我来承受的感觉。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些都不是货的，你只要一个公司认识是货就好了，千里马只要找到一个伯乐就好了。然后他也蛮好哄的，这样就哄过去了。我觉得是因为神把你们两个配搭的真的刚刚好，哇，经历这段过程我觉得你们俩感情一定也更好了。
对于信仰的角度看法也可能不大一样了。最后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给观众朋友？两位先生先好。我这两年半，我跟家人的关系拉近，我的健康变得更好。我对于周边的弟兄姐妹的关怀更大。更重要的，我的灵修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好，我跟上帝的关系拉得越来越近。所以这两年半，就像刚才Willie弟兄说的，上帝在塑造我，在 mold me and prepare me for eternity。 所以我真的感谢赞美主这两年半并不是我所肉眼看到的 outcome， 而是我看不到的灵的这个塑造 evolution。 上帝因为爱我，所以让我经历这些。那丽玲姐能不能给大家最后鼓励的话？养成跟神祷告的习惯，其实对我们都是受益无穷的。就像说，当我害怕我们家经济的时候，神就给我话语说，神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郁。那我就知道了，哦，原来我的烦恼是我自己不知足，神给我的都是充分有够用的。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低谷一直看我们的难处，而不能抬头仰望神的恩典，我们就会一直落入在那个漩涡里面旋转。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管是高山低谷，都要依靠神走出我们的人生。哇，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哦。其实不同的人看可能会有不同的领受。神怎么样把一对夫妻配在一起，然后太太怎么样成为先生的帮助，那个肋骨，对，然后怎么样两个人是真的成为一体，对，然后太太怎么样在先生其实是相对比较挫折失落的时候，你真的是成为他的力量，而那个力量的来源是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在这个故事里面。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看完这集真经部落格，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我有四个字跟你分享：信靠顺服。恭喜林腾弟兄还有丽玲姐妹经历这个不容易信靠顺服的功课。你看，圣经上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看林腾弟兄他很会读书，对不对？可是却没有进入他自己喜欢的理想的学校。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得脑癌呢？然后工作能力很强，有工作狂的人，你让他休息两年半，这对他来讲是多大的一个生命的操练。但是真的，上帝不会故意找我们麻烦。圣经上又说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熬炼后呢，必成金晶啊。在过程当中，我们通通都知道，可是真的很不舒服，但是不舒服是祝福的开始。你看，林能弟兄，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那个没有工作的两年的时间，两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然后他不断的去这个激励自己，把工作服穿上，然后读各式各样的书籍，这个给自己更充实的这样的一个理由跟原因，然后去进修，但是怎么做就是等不到。各位，这是你的写照吧？来，放手交给神，交托仰望给主。最后等了两年多，有一个新工作来了。太太丽玲说：“不是这个工作，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是你，你还要再继续等下去吗？”各位，你看到故事的结果，最后的结局，林腾现在很享受他的工作。各位不要放弃，行善不上智，行善不一定是做善事，行善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时候到了必定收成，大大的奖赏祝福要临在你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耶稣，真是你是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你的必不致羞愧，等候你的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弟兄姐妹家人们，你在等候吗？你到底在等什么？你在等那位爱你的神。我也麻烦大家做一件事情，我们也学习林腾，学习丽玲，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生命，可以享受这个过程，以至于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浸泡在主的得胜的爱里面。谢谢耶稣，祝福林腾弟兄还有丽玲姐妹，也祝福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家人们、好朋友们，上帝是要赐福于你的神，不要担心，把你问题交给神。